好，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录这一期这个读评论啊。但是你们要知道的是，这个就是我现场读，这个视频是没有经过我这个后期配音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我可能经常会把我自己尬住，然后突然冷场的一期视频。你们其实吧，我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讲话的障碍啊，就是我经常口吃啊，所以就不知道自己讲什么。但是这一期我会试一下。现场直接把他们读出来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这个哔哩哔哩的一些留言，因为我是这个动态是同时在哔哩哔哩和油管一起发的，所以我会读两个平台的留言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条，多少粉女装狗头狗头狗头，我们直接踩一下，然后不知道，可能也不可能，所以好，我们来直接跳过第一个，我们直接看第二条，这个是我们跳过第二条，踩一下，我就讨厌你们这种，我就很讨厌你们这种留言，是不是？非要我把它读出来，我们读一下这个实，干，我们直接跳过，咩，不要为难我，这么多就咩好了，你好，我也咩，我们看下一条，这个是正宗 SR， 为什么账号名字后面要加 OVO 不加 AUA？ABADUT， 这个呢是我觉得这个 OVO 啊，这个 OVO 是一个小写的 OVO， 是一个笑脸，然后挺可爱。如果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大写呢？因为这个脸小一点，小巧可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挺喜欢，所以我就放了 OVO。我们来看这个米高和基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们突然就认识了，这也是一件。很神奇的事情，我就本来是在我的群里水群，然后好好的，然后不知道这个就突然就有一个人加进来，这个人就是司机啊，然后就很神奇啊，然后我们就认识了。他是在我那个生日办那个生日锦标赛前一天进来的，可能是为了赢那个小手办，然后他真的就赢到了，就出其不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。这么强的一个玩家，但是他最终还是赢到了那个小手办。可以分享一下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吗？生活经历其实就该干嘛还是得干嘛，就是你吃饭还是得吃饭，你在国外在国内都差不多，然后你上学也是要上学，不过我们这边的上学方式是和国内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是对有点不一样，反正该干嘛还是得干嘛。语言换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考不考虑 B 站第一个皇室战争区 VTB VTuber？ 我觉得我现在就差不多已经是，就差不多。我你看你可以看到我是可以动的，是不是很酷？这个事情，我是可以动的，所以已经差不多了啊。求灭一声，我刚才灭了很多句灭。是不是可以了吗？满意吗？什么时候 cos 头像？我觉得我应该永远不可能这么做。哦耶，司机又读评论了，这不是司机，我什么时候问？啊，米高跟 bra 佬斗角，司机打咩？打什么？打什么？什么打咩？我不是很懂，你可能是让我跟他们进行友谊战吗？你要知道，我很菜。你上面说的这几位，我都打不过。你不要啊！除了司机，我是可以暴打他的。对，我就是可以暴打他。想听一下，想听一下米高是怎么开始玩皇室的？我是2016年这个游戏那个公测的时候吧，应该是刚发售的时候，我不是内测玩家，所以我是就当时呢，我是上高中啊，现在我还是上高中，但是我们这边高中上的比较长，所以我没有被留级。
这个是因为当时呢我们这帮啊突然就开始都玩这个游戏，然后我那时候我是其实挺坚定的，我不要玩这个游戏，就看起来这么无聊，不就是在几个塔上面放几个兵啊，打一下打下来不就赢了吗？这多无聊啊！我还是玩我的部落冲突，我就坚守我的部落冲突，坚守了一个星期啊，然后我就下过来玩一下，然后我就爱上了把那个部落冲突给删掉了，就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我的部落冲突已经没有再玩了。如果我说我爱汤米高，你会爱我吗？这个是哇，这是真的草鱼，我的天哪！我看你的视频长大，我还没关注一下，要先关注一下，要不然没面子啊，是吗？等一下再取关就可以了。好，不是高仿啊，当然爱，为了不让你丢人，顺手写了这条评论，爱你，莫妮，我已经啊，还打错字了，嗯，多大了？我19岁，应该是19岁。和司机怎么认识的？我读过了，司机想顶你。只有我可以顶他，好不好？呸，只有我可以顶别人。你可以看到我头上有两个非常坚硬啊，非常坚硬的脚，所以我顶别人会把别人顶进医院，你小心点。第一套全蟒卡组花了多少时间养？我记得，第一套全蟒卡组，我已经不记得我的第一套全蟒卡组是什么了，但是我这个卡这是花了很久的时间，因为就你卡牌是一张一张升上去的，但是我是一个什么都玩的玩家，所以我的卡组是千变万化的，所以我第一套这个满级的卡组是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养起来。好，这个去掉，我们刚才读过了。能玩几把速弩吗？我速弩真的不会玩，我是真的不会玩，不要为难我，我玩起来是就经典挑战大概3-1，不是3-3那种水平。我是真的不会玩速弩，不过要可能未来我会玩几局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我的水平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下一页是，昨晚舒服吗？哎，不是，好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够啊，这个。说吧，你和司机什么关系？只不过普通，是不是只是普通的高级关系而已？啊，我们下一个，你把滚木小姐姐怎么样？她好好的，跟我在，没事，我会抱抱她，好不好？点个赞。读到我倒立洗头，好，念念这段文字，假如生活戳了你。白坑气儿，白邪货，白格义，白满院，白哭楚柱脸，白一阵，我觉得我不用继续读下去了，再读下去我会暴露我这个语文啊，语文水平不是很好。UP主多少粉露脸露女朋友，我脸早就露过了，你一个假粉，没有女朋友。为什么喜欢面？因为我是羊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是羊，可以波波荒野乱斗。我刚入坑，功夫上剑后我可能会录几期吧，因为我也是一直有玩这个游戏的，所以我目前还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可以的水平，所以在那个刚上线的时候，我可能啊会出几期这个新手教学，所以挺好的。抽我大会员一个就行，不要。开二群不行，我的一群都没有满，是不是？我是男的，我是全环市区最男的男人，最男的男人，最男的男人，最男的，在这个黑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黑，回化会发灰，灰化这个字我不认识，会发灰化肥会发黑，司机真帅。你读到我的评论，我就一天不玩手机，好样的！黄静需要你，我想要大会员或者皇室令牌，巧了，我也想要。女装，头像是啥动物？是只羊。
为什么叫米高？为什么要用羊这个头像？羊是设定，然后这个为什么叫米高？其实我是已经回答过的，你可以看我往期的这个卢评论视频。我来看下一页，这个是好，我来凑个热闹，我打赌，如果我进前十，我厕所吃老爸。哎呦，你不给力，没有上去，给你点个赞好不好？多大直头？多长直头发？我现在是因为在我这边意大利嘛，就是封城了，所以我不可能出去剪头发，所以我现在头发是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好，这个会兵法弩吗？我不会玩弩，我不会玩弩，我真的不会玩。是兽迷吗？是的话，喜欢哪些兽人角色？我只是有一点喜欢小动物，但是不算那种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，就是单纯的喜欢啊，不是那种兽迷。好，分享一下家里的玩偶和手办，我已经都分享过了，在动态里面，我就有一个小滚木和我的玩偶。这个字我不会念，就不读了。分享一下上分经验呗，你确定要找我分享吗？我是一个已经满等但是没有7000分的菜鸡 UP 主，你确定要我分享上分经验吗？我也想知道上分经验，我上不去这个啊，不想读，真的不想读这个。杠点点杠杠点，这是什么摩斯密码呢？我摩斯密码，我可能需要请啊各位观众破译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可以倒立洗头吗？不可以。来首以前直播的速转黄毛，我有直播过速转黄毛吗？没有吧，请啊，我已经叫过了，我不想再叫了。有没有翻车集锦之类的？你只要有机会看到我的直播，我就差不多都在翻车。什么时候和四季打几把战斗？我已经锤到他裂开都哭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让我锤四季了。他天天说我欺负他，好不好？女装我马上去考宣言。名字有颜色代码发出来，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戴着红色的皇冠？原来阻止我上分的是你，我不投币了。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配色呢是蓝色和红色，所以我是同时可以是蓝国王，也可以是红国王，所以挺不错，我喜欢这种配色。成为团宠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不认为我是团宠，我们团宠应该是，我们团宠应该是呱呱啊，呱呱多可爱，所以我们都宠他。论毒评论养活了多少 UP 主？我应该快饿死了，养不活我这个，不知道说什么啊。好，多少岁？我19岁。什么时候来一首《狂暴电车叶师傅》？我如果能打出几场有意思的对局的话，我可能会出这种视频。都没看你直播打黄色的，因为我很菜，我直播都在翻车，所以我不是很想直播打黄色。爱你。啊，点个彩啊！和司机的点点滴滴，这个我们认识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，所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可以玩一次大赏皮卡羊吗？我玩过不止一次了。惊雷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，全部读对才算是哦。我应该读对了吧？啥时候嫁给我？你如果是个女的，我说不定哎，呸！哇，天哪，这个阴险小人，我跟你讲，阴险小人，什么时候女装？会不会录其他视频呢？或者素表小新出游戏会不会追？会啊，荒野乱斗我可能就会录。什么时候和呱呱牙膏草鱼打一局2v2？我其实对牙膏不是很了解。我们其实没有很熟草，牙膏草语都一样，我其实都不熟。部落名字想好没？我已经算好了。有没有考虑过其他行业？没有。我目前还是学生，所以不用考虑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你多大？我19岁。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。可以说说日常生活吗？说过。
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要来读这个油管的这些留言，油管的这些留言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我也在这个油管这个动态发了，油管的这个动态功能上发了一条动态，也是 B 站 1.5 万粉行要做一条这个做一期这个读评论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啊。好，他们搞人设这么可爱，要不要女装一下？你们是同一班人吧？兄弟们，你们朋友们，你们是同一帮人吧？是不是？想问问喜爱一款游戏，热爱到这款游戏是无法取代的心情是怎样的？是因为市面太多无良游戏，导致现在对游戏产业真的没啥希望，没啥未来渴望。可以说，除了皇室，其他手机游戏真的入不了坑。可以说，除了皇室，其他游戏手机游戏真的入不了坑。这个是，你喜欢一款游戏，你就可以一直玩下去吗？这个皇室这个游戏氪金系统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就是你氪金的话，会加快你这个游戏的进展，但是你如果不氪金的话，你靠开箱子也是可以把这个卡等给开上去的。现在也是出了许多这种九级八级就可以参加的这些特殊活动啊，你就可以，如果技术好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卡牌或者一些新的卡，这个是挺不错的。如果有技术，然后系统不针对你的话，你是可以获得这些东西的。所以氪金系统，我对这个游戏的氪金系统还是挺满意的。好，恭喜他米高，可以请继续努力下去，祝你早日突破2万粉。好，谢谢，给你点爱心心。会解说其他游戏吗？可能会，比如说《荒野乱斗》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这图这样爱了。也没有想问的问题，想采访一下新卡的使用感觉。我做过一期视频了，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。你喜欢什么 anime song？ 我的话是 JoJo Gone the Wind。我也喜欢看 JoJo。血型是什么血型？我觉得我可能是 O 型，我可能是 O 型。对，我觉得我可能是，因为我不确定。好，这个是说我谁？好，我们看下一条。期待你能玩其他非卡组。期待你能玩其他非牌主流的卡组。期待你能玩其他非牌主流的卡组。别的游戏也可以解说吗？我其实没有非常读懂这条留言，所以我不是很理解。如果你问我会不会玩其他游戏，可能会玩娱乐卡组。娱乐卡组我也玩的。可以尝试拍意大利的日常吗？头号粉丝是你。对，这个意大利的日常，你让我现在去拍的话，你可能是让我冒着生命危险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意大利这边是封城了，所以你没有特别重要的理由，你是没有办法出门的。如果你那个就没有事儿出门的话，就在街上闲逛的话，你会被罚很多很多钱。严重的话，你可能会去坐牢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我现在是不能出门的。想问他米高的国籍是什么？我是中国人。还有什么年龄？我19岁。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。平时的爱好是什么？我是当肥宅啊，喜欢当肥宅，然后喜欢弹钢琴，然后就这样。我爱好很少。想一想，这是封面之羊的故事，这是我的设定，我觉得很喜欢，很可爱，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。这只羊是采用一个蓝色和红色的设计，然后头上有一个皇室战争的皇冠，所以很酷。这是一个我的虚拟形象。黑化肥发挥会黑化，读过这条。好，读了。想跟你交朋友，然后一起玩皇室 Gartic EU。 这个可以啊，你进我的这个 Discord 群或者 QQ 群就可以加这个游戏好友。当我留这条留言时只有20条。 OK 啊，好。对台湾的印象啊，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小吃很好吃，我也想去吃，但是我去不了啊。你玩荒野乱斗，我玩荒野乱斗。你喜欢什么明星？我目前没有喜欢的明星。剁做影片好，可以吃播吗？
应该不可以。因为 Comic Sans 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字体的名字，然后王炮车 卡组拜托，这个我目前是没有找到什么炮车很好玩的卡组，如果未来找到的话，我可能会玩。加加油，好，谢谢，给你爱心心啊，给你爱心心，哇，给你爱心心，哇，三条一样的留言可以来了，好。这个还是这个问题，我之前的读评论啊，回复过了，多长？恭喜啊，谢谢。啊，不对，多长没有小爱心，恭喜，可以给小爱心。现在22条评论，哇，天哪，太有创意了，这条留言。你在意大利哪里？我在隆巴迪亚，隆巴迪亚就是最严重、最重灾的这个省份。但是呢，我在待在家里很安全。然后最后是一个意大利文的留言，他说 Let's go， 然后 Cool， 好。那么本期啊读评论啊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点击一个喜欢或者投个币来支持我，谢谢你。我们下一期正经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